中国一直以来呢，好多东西都有一个刻板的印象。今天如果我们要拍一个清末的功夫片，你脑中马上出现的那些画面，都是我们看过的无数的动作片的画面，这些画面是重复的。你一听到太极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太极宗师张三丰嘛，始终是那些老先生老太太养生保健用的，穿着白色的衣服在那边耍那个慢慢的功夫。这是哪门子拳法？无根无起，万法自然。太极，通通删除。新生代的观众，我觉得应该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落花絮，陈导就一直说，你不能显得飞一点吗？怎么把太极做到比较年轻化，天马行空，很有新鲜感？你就得发挥更多的想象力。中国武术怎么样面对枪炮？一个男生怎么样从一无所有变成一个绝世英雄？整个剧情非常漫画化，就像打电动一样。东方的金刚，这不是处处高潮不断。一种我们所没有见过的一个清朝的世界。看过这部电影之后的观众一定不会想象一部叫太极的片是这样的，它会带给新的经验、新的娱乐模式、新的那种好玩的东西。2012年这个华语的作品就是太极之丛林开始。